住夏天没有进啊，住夏天没有进，我看那个虎节立在那边啊，立在那边给他张了几个，下来给他张了几个拐杖啊，张了几个拐杖以后，他的沉重力，哎，就增大了啊。以前没张拐杖的时候呢，没有对比，哎，就没有对比的话，就不知道这里的差距啊。现在张了拐杖以后，再一对比的话，就发现原来腿真的好没劲呐，没有力气啊。现在用了拐杖以后，哎，力气哎，感觉就支撑能力就变大了啊。这个讲的什么呢？外星人不是在现在装了两个推进器嘛？哎，在火箭上额外装了两个推进器一个。突然感觉这两个一仗的话，动力就比原来大多了啊。那回头一想的话，原来动力实在太小了，没仗之前的啊，就是这个对比啊。现在呢，我主体出现那个没有劲的感觉啊，没劲的感觉，原来是告诉我们，装了两个推进器一个，力量就明显增大。但回头一看，就是没有装推进器的时候，实际上那个力量挺小的啊，力量挺小的啊。要讲的是这个一个事情啊。好，明白了啊。好。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